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老菜补鸡汤？有，北部的这个厉害，有那个老菜补本身就是一门学问，黑金黑金，对，黑金黑金，非常非常贵。各位两家，咱们直接 PK 好不好？来，鱼虫必首剑，荆轲要刺秦王，两摊现在摆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他通通没有任何套关系的机会，但是我必须 I have to say， 嘿呀，因为这一家我是吃过的，哎呦，哦，惊为天人，哎呦，对不对？但这一家你好像也吃过，这一家也吃过，哇，厉害了，因为我就行遍天下嘛，哎，你是鱼肉乡民，我们就两边呢分开这个访问一下，你们来做判断，当然可以 taste，yes， 哎，你好，江大姐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往前一步。哎，你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叫做老菜补鸡，这个长得不像鸡啊。这个是我们店里就是传统的焖鲫鱼。哦，焖鲫鱼的。对，焖土鲫鱼。哇，我以为你们赢定了，因为你的鸡可以长得这么像鱼，那就是鲫鱼了。鲫鱼，那这太 special 了。鲫鱼的，来啊，好，来介绍一下你们当时开这个店。我们爸爸妈妈是做茶叶，已经做了，我们到我们这一代也是第四代了。茶叶啊，对。后来因为外来茶，然后就是慢慢。我觉得你看起来，你跟那个郭子乾长得还有点像。哦，茶精嘛，对对对对，茶三姑娘。汉年，汉年，汉年的客家话。对，俺只说张来了啊。客语我也讲的不多，真的吗？可以卖弄一下。来来来，客家电视懂有意思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客家电视很有意思。我只会你要学会一句“谁没安家”，谁没安家，谁没安家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句一定要会啊，“扭扭的奇葩，扭扭的奇葩”。哦，炒炒。然后外来茶就是有点没落，我就鼓台湾茶全世界有名，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台湾茶的这个经济价值不够，怎么说？怎么说呢？它的分量不够哦，它分量不够，所以它占不到全球的1%不到。对，而且买茶的人少了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茶是在精而不在多，是你们是手法太多了，什么手作，他们要杀青啊，要干嘛的？还要揉茶。杀青是戏拍完了才叫杀青，他们也叫杀青，对，茶叶也叫杀青。然后他们是要揉茶，揉茶，对，绿茶，哦，一大颗这样啊。哦，现在有机器了，现在有机器了。后来他们就茶叶就不做了，那就做菜包，做菜没有，就因为很多客人来买茶的时候，觉得妈妈的手艺非常的好啊，每次来买茶叶，妈妈就留他们下来吃个饭，顺便吃。客人每次都觉得哇哦，你们的客家菜怎么这么好吃？嗯，然后后来我在弟弟会不会是他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？也不是。是好吃到刷嘴了，打包都不够吃了。就来吃免费的，当然要称赞两句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他们的菜都是最传统。对，我们都是很传统的客家菜。你没有把那个茶叶入菜吗？有，下次有茶叶人再找我来。要一定。好哎，宪哥最爱喝茶。好的，各位行家，我们就是见真章了。哦。因为老菜补鸡最重要的就是老菜补。有多老？介绍一下你的老菜补。比宪哥还老。哦，那一定的，真的，很黑呢。对，这都超过60年了，酸酸的味道。六十年的老菜，超过60年呢，60年，它怎么可以放那么久？它可以，你只要保存的好，所以客家人的腌制非常的厉害。对，那人家说客家菜它是逃难菜，对对，所以比如说，因为我们这可能到了这里，它搬到哪里，所以你看它的鸡鸭哈。他用4点金，对，有没有？有头，有翅膀，有脚、屁股，通通留着。对，哦，而且为了要保存，长时间的保存，因应各种环境，他们有很多的腌制的方法。对，每个季节的菜，每个季节的菜会把它腌制。还有那个泡菜，泡菜啊，泡菜，对，福菜，太棒了。福菜是酸菜的衍生的，衍生出来。对，来这一道我们就直接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哇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这个哇，好开胃哦，天哪！哎，他这个，我们下面这边开动了吗？哦，他老菜爆放很多呢，哎。
哎，那这个老菜包是真的就是对，这个成本这样下下去全部60年的。那你这一盘等一下不用了，我可以带回家哈。对不起，江大姐，江大姐，江姐，你这一锅老菜脯只有老菜脯吗？还没有加一些年，现在有些会加一些年轻的菜脯在里面。没有，我们就单纯老，只有老菜脯，对，我们就老菜脯，全部都60年的。对，要价不菲，很珍贵。我们家那个社区啊，按楼上的管理委员会，你以为我们勾兑了一些不好的东西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，一整锅这一锅卖多少钱？我们一锅卖700块，这个汤头好贵呢，便宜呢。可是，一锅才卖700块啊！一锅是半只鸡啦，这是一只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我刚好我今天公平起见，我今天我就不吃。后运会回甘，这个菜脯鸡汤真的是后运很回甘呢。对，它是很天然的，对，完全它自己。我刚好要做那个全身健康检查，所以不能吃。那这个鱼是厉害的，这个是鲫鱼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连骨头都可以吃的。哦，它要焖了6个小时，用传统的黄豆酱。我不能吃。哇塞，整个都散开来，好厉害啊！这骨头全部都散开，那肉都嫩的。对，我可以吃，我来帮你吃。送的那个化骨绵掌一样，对，它经过6个小时。这个鱼是应该先炸过再去焖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它可以焖到这么完整都没有散掉。对。对，所以当初我们也失败了很多，然后后来从中间找到方法。哎，对，就怎么保持这只鱼的完整性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现在炸过又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有方法。哦，对，厉害哦！你超过时间的话，整锅就是糊掉了。如果你焖的时间不够的话，它又骨头就不能吃。是，所以我们这边吃的津津有味，好吃哦。旁边托尼感觉不是滋味，没关系，这个汤都是很天然的，它的老菜脯出来的。你有白饭吗？嚯，这鱼好厉害，太下饭了！哦，这个天啊！哎，这那客家菜啊，它就是淳朴。你看它的那个客家小炒有没有？对，就其实就是拜拜剩下来的东西，我把它炒成一盘。对，鱿鱼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三层肉，对，还有那个葱。葱，哎，大葱段，哎，然后大家都以为那个客家菜懂喊有没有？好像很咸这样有没有？嗯，其实他们的咸是会回甘的，哦，是好爽哦，哇，真的是客家人就是勤俭，所以他们要比较重咸，对，而且因为都在做事嘛。好的，好，大家食用完毕，我们请江大姐，我给她20秒的时间，你好好来推荐一下你们这个江家大院里面这一道老菜补鸡，开始。如果来宾客人来到我们店里的话，要吃这一道菜的话，可能要先预定，因为我们老菜补鸡哈，常常客人来到山上的时候，因为散客太多了，所以来到的时候都点不到，因为我们都卖完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来我们山上吃老菜补鸡的话，请事先预定。哦，那这锅先帮我包一下好了。这锅真的好好喝，跑去楼上导播室，双金就真的太有 feel 了，对不对？还先层次感棒。来，我觉得这个老菜脯很厉害，它都是用60年老菜脯，它那个汤一喝下去哦，非常有那个层次感，整个都是生口水出来，对对对，然后想要再喝第二口。那另外这个鲫鱼啊，因为我本身是我爸爸上海人嘛，哦，上海人，有个葱烤鲫鱼有没有？本帮菜，本帮菜，本帮菜讲究什么？就是葱烤鲫鱼，浓油赤酱，浓油赤酱，所以它那个鲫鱼，我们的鲫鱼是赤龙，它那个酱汁是很浓郁的，很咸很甜，但是这个呢？做法是客家是比较清甜一点，味道比较，但是一样，他把这个鱼都把它做到整个化骨绵掌一样喽，但是可以保持这个鱼的完整一条鱼的样子。本帮菜很厉害，烤方有没有？哦，烤方烤方，还有那个呛哈。哎，呛蟹就是都喜欢那个生腌的螃蟹，对，叫呛蟹。对，我也回到这里，回到这里，哎，你怎么看？我真的觉得菜脯入口为咸，老婆做的有这么好吃吗？吐气的时候真的是回甘。老婆的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我带她一块去餐厅吃就好。OK OK， 而且江大姐这两个配起来，它是有用意的哦。怎么样？你吃完这个你会想去喝一下汤，然后你喝完汤之后，你那个鱼的鲜味会再出来，你再去吃一口鱼，没事没事。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客家人，其实哦，哪里的客家？在桃园那边，新屋桃客，没错没错，对，所以其实印象中好像这种菜会味道稍微重一点，但是我刚吃起来觉得很清甜，就是很清，好了好了，各位
要公平，留了一半肚子吃这边，好吗？这个我们比赛完毕再来吃，好，再来这一坨。各位，好，我刚已经讲了，这个小老板叫 Tony， 来 ，Tony 哥刚刚在冷笑了一下，宪哥你好。因为我是机缘巧合，我们哈雷车队到他们这个叫八方园，我心里想，有什么好菜，我需要他妈绕山路，绕到一个迷路。我那一天呢，打了72杆。哎呦，啊 ，break even， 哎呦，算球打得好，还可以顺便夸一下自己球技怎么样？这重点就是你夸菜吗？我以为你要讲菜。然后进去的时候，我心里面 murmur， 就哎呀，这其实刚刚在球场已经吃了一点东西，对呀，还是过来这边一吃，就刚我讲的惊为天人。他托你的心了，来，直接，来，可怕了，整只的。你那个该不会是老菜脯吧？哎，对，各位，这是老菜脯，不一样的老。你下手太狠了，哇！不一样的老菜脯，哎，上面还有结晶，哪里不一样？有结晶，为什么有结晶啊？黑到发亮，有结晶啊？它那个没有结晶，为什么？它60年没有。你这个有烤漆过？这个是接近50年了，确确实实接近50年的。啊，60年结晶会不见的。你是老实人，那人家都讲60年，要讲80啊。对呀，不行不行，该几年就几年。OK， 50几年。我们这一锅老菜脯鸡，我们是用那个50年的菜脯，然后炖全鸡，炖5个小时。这看起来很浓郁哦。嗯，风格不太一样。对，这边是走清甜的，我来吃吃看，我可以吃了吗？一大一妈，研究一下老这个哈，50年啊。那汤肯定就是来一下，哎，两种汤你感受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完全不一样的味道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好好讲一下啊，哎，不一样，这种哦，感觉是这种药膳。这一锅老菜脯鸡，我们餐厅的菜都是没有加味精的，就是完全用菜脯跟鸡。然后长时间的熬煮这样子，是对，然后还有加一些我们自己的私房的，它这里面你看配料有没有整颗的，有没有提味，里面有放进去一些中药材啦，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哈，这个比较像那个老菜脯鸡的下，下，对，下特，就是油香浓郁，满满是鸡油，对 ，espresso 的感觉，对，上面都是鸡油，非常的油香浓郁。你看这个鸡肉像化吗？化掉，整个化掉，夹起来化掉。感觉哈，这个就有点该怎么说呢？药膳的感觉，嗯，对。宪哥，你到底还不要做健康检查？你一口接一口，哎。我可能要改时间，改时间了，改时间了。今天吃成吃了啦，先吃再说啦。对，我来吃一下它的鸡肉，很浓郁。哇，它这是炖很久，你炖多久时间？它的那个鸡胸肉整个都化掉的耶，厉害了，那完全不一样。它又带另外一锅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骨灰坛，感动人心的故事要来了，这边好不好？嘿，哇，也是鸡汤。这一锅是鸭，鸭是我们店里的最招牌的这两道菜。这一道是八方焖鸭，焖鸭，那是用黑麻油，乡下的好黑麻油，然后炖全鸭，炖5个小时。哦 ，OK。哎，你看，又吃鸡又吃鸭，怎么好意思？里面还有莲子啊，什么这些东西。哦，哎，这个看起来是很油，但喝起来不油，好浓郁哦。它的麻油香好好浓啊，那味道好香哦，就觉得它的油好是香味。对啊，谢谢。嗯，所以这鸭的里面是埋了很多中药材的，塞了很多那莲子啊，什么红枣这些东西的。这个里面没有加中药，没有加中药，没有加中药。对，其实我们这两道都是没有中药，没有中药的，对，就是用菜脯或者莲子这样子，对，就是用它的原形原味去炖。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麻油，它的麻油香味会比较重。对，麻油香味重。对，哇，哦，这个要送月子中心了，哇，真的，满满的那个鸭油香气，刚做完月子好有感哦。哎，好 crazy 哦。对啊。好，各位从细微处，因为魔鬼从出现在细微之处，好吧。我现在要请江大姐来喝一口。菜脯鸡，菜脯鸡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 Tony 要吃一下，去喝一下。对，宪哥，其实我们是两间店是邻居啊。啊，你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残忍呢。那你不是在龙潭吗？就地图它是龙潭，我是杨梅，但是离10分钟而已。十分钟啊，哦，所以有时候鸡不够的时候可以互相调
一下，鸡借我一下啊！哎，哎呀，掉到哪里？就要掉到杨梅去。好，江大姐，你来讲讲他们的，他们的缺点也要讲哦。等一下，因为他也会讲哦，好吧？优缺点都讲。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招牌菜，很多客人来到我们店里也会跟我们欧露他们的菜，称赞他们，谢谢，所以我说刚刚宪哥有讲说，这样子来很残忍竞争，可是有竞争我们才有成长，才有进步，对，才有进步的空间。OK， 来，那你觉得大江屋的这个60年的老菜谱鸡怎么样？六十年确实是真的，以菜谱老菜谱来讲，算是非常老的。哦 ，OK， 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其实就60几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有那么老？因为一般不会放到那么老，就吃掉，或是以前有些长辈不会保存就丢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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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那他们也是名气很大啊。你们这样做一定有你们的道理嘛？对，一定有认为他们有比别人好的地方嘛？你们的菜老菜谱鸡好在哪里？来，20秒时间，预备开始。哎，我们这些这老菜谱鸡好，就是我们都是用天然的食材去炖的。那我们没有加一些人工的味精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土鸡是放山土鸡。那老菜谱是从我妈妈那个年代就开始在收集。对，陆续收集。然后我们是请老师傅煮的，70几岁的师傅。OK， 哦。好，就讲完了。很难耶，我觉得派系不同。这边是 A， 对，这边是 B， 不好选，分明就是很难分出胜负。但是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分出来。可以一半一半的吗？不行啊！你可以先把那口先吞下去嘛。好，我数3、2、1，您就要立刻举牌，不要 gay by 举中间，造成我们的困扰。没错没错，好吧。3、2。一举牌，大江屋跟八方园 A A A B B， 恭喜大江屋客家美食馆，耶！江大姐获胜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来来来，结果你选的 B， 我觉得大江屋是真的是回香入鼻腔，绕梁三日。那 Tony 哥这边的话是唇齿留香，云指回味。哎呦，不配不同的酒，我是用酒来做考量。像那个大姐那边的话配 Sake 非常适合 ，Tony 的话配 Whisky。因为它的油脂在唇上面，真的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 whisky， 所以我就投汤你。美玲，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清甜的，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比较清淡的口味。那我自己是以我自己的口感为主啦。这真的要我们选，真的太难。我真的觉得你们制作单位实在太过分了，他们就是故意的，真的。对，就太为难我们了。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偏好清淡的。哎，这一局比完，等一下是比中部的肉圆呢。哦，那厉害喽！哎，那比得多凶啊！输的还拿肉圆出来互砸，哎呦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。这个 Tony， 没有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喜欢你这个，谢谢宪哥。因为他这个50年，其实我们吃不出来几年，但是他基本上他的做法哦，已经就是非常地道的，真的真的，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其他花哨的一个东西在里面，花时间熬煮的，对对。哎，谢谢江大姐，谢谢江大姐，恭喜，那么热情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他们，谢谢谢谢。